来三个颜色，我都给大家基础色，所以这个你可以赶快加入购物车，它是可以折的。当你去很冷的地方，你可以这样。那如果你呢，像一般的日常的我，折下来这边脖子它不会弄到你，弹性非常的好。另外手袖的长度我很喜欢，就是有那种扩冬的感觉。另外我跟你说，放出来更好。这一件我们是做中版型的，所以当你吃饱喝足，你不想扎进去，它不会让你的比例怪怪不好看。但你想扎进去也 OK。再来，刚刚 Cici 讲到下摆，下摆我们就做不同的特殊的剪裁，手的地方，噔噔。噔噔，好，那个是后棒束的哦，放出来也很好看，因为它不会太长太短，不太露肚子。这边直接帮大家做腰结，有没有看到两种不同的螺纹？还有它的弹性，炸好的，我又不透，不会到臃肿，但好好看哦。三盏灯打下来，没有任何一点的空洞，完全保暖哦。